本栏目由劣质文超大规划社区 Vista 郡苑特约播出。 Vista 郡苑准现房，本地买家仅需10%定金，垂询热线604-630-6668。大家好，今天是温哥华时间8月15日，欢迎收看第二期港湾播报，我是 Cherry。每年八月的第三个周日都会有大批美国人莫名其妙地涌入加拿大，就算今年受疫情影响也不会例外，就算加拿大关闭了边境也没有用，因为这群疯狂的美国人是从湖上飘过来的。这个年度活动叫 Port Huron Float Run， 今年定在8月16日，具体地点是连接休伦湖的 St. Clair River。 在这一天，许多美国人会乘坐各种漂流筏享受夏天。加拿大政府官网发出警告，一直以来该活动都是一项未经批准的水上活动，活动参与的与会者在这条12000米的水路上遭受风险。除此之外，加拿大的边境也依然处在关闭之中，在迅速流动的水流上，许多人参与者都没有带够救生衣，喝酒遇上恶劣的天气、水温、有限的救援资源而难以应对紧急情况，导致严重的伤亡事件。此外，大量人群的聚集也会增加 COVID-19 的传播风险，水上环境会加速酒精的吸收，酒精还会增加疲劳感和对冷水的敏感性，从而进一步损害人的判断力、视力和反应时间。这是一种固有的危险运动，尤其是对未成年人。作为第一响应者，加拿大和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建议人们不要参加这次的活动，但如果你执意选择参加，警卫队强烈建议你采取以下防范措施。一、无论年龄大小、游泳能力，都要穿戴尺寸合适、符合标准的个人漂浮装置或救生衣。二、带上防水袋，用于存放个人物品和身份证件。三、把你的漂流计划告诉你的朋友，如果你没有在既定时间出现，你的朋友可以向海岸警卫队报告。四、不要一个人参加这次的活动，要和伙伴们一起，互相可以有个照应。五、不要饮酒。六、如果无法保持身体距离，请戴上口罩。七、要准备适当的衣服以应对天气和冷水。八、使用可以减少浸入水中的漂流筏，并且配有桨。九、保持靠近岸边，不要依靠导航。尽管加拿大的新冠疫情缓和不少，但是邻居美国依然大幅度增加，因此美加边境已经延长关闭至9月21日，杜绝一切不必要的旅行被禁止。但是有一些美国居民仍偷偷以观光和购物的目的试图穿越边境来到加拿大。根据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数据显示，在3月22日至8月5日期间，共有12819名美国公民试图穿越陆路、铁路或海上的美加边境来到加拿大游玩，总共有6158名美国人，没有说明其具体的旅行理由。记录中的1/4人是出于旅游或观光目的。另外，有超过1500名旅客声称他们想前往加拿大进行休闲娱乐，还有665名旅客则表示打算去购物。自7月12日以来，有2490名美国人被拒绝入境加拿大，其中有1190名美国人以其来访为不必要的休闲旅游为由。除了试图进入加拿大进行一日游或花一天时间在 Winners 购物的美国人外，还有数百名来自其他国家的旅客出于同样的目的试图从美国入境加拿大，但被海关拒绝。此外，还有349名来自其他国家的外国公民被拒绝进入加拿大。自疫情爆发以来，加拿大政府已经发出了685亿元的紧急救济金 CERB 给疫情期间需要扶助的民众，但近来已有700多人发现被诈骗者冒充身份，从政府那里领取救济金。来自多伦多的 Farah 表示，他在疫情期间仍继续工作，因此没有向政府申请紧急救济金。但最近他在登录加拿大税务局网站准备查看自己的退税状况时，意外地发现自己的账户被盗了。Farah 表示，他的账户被黑客入侵，诈骗者冒用他的身份向政府申请了10000元的救济金，并更改了原先他所关联的存款账号，把钱转到了其他地方。调查人员发现，近来一些诈骗者专门盗取未申请救济金的人的 CRA 账号，冒用他们的身份向政府申请救济福利，然后更改所关联的银行信息。连政府网站的账号都被黑客入侵，我们所有的信息都在那里，真的很可怕。Farah 说道，现在他也担心诈骗者究竟掌握了他多少的个人信息。来自 Kitchener 的 Leah 最近也发现他的账户被盗了。我没有申请救济金，我还在工作。我发现这事后给税务局打电话，他们给了我一系列号码，让我挨个通知他们。
Thompson， 我是个受害者。利亚表示，加拿大反诈骗中心的 Jeff Thompson 表示，最近已经有700多人举报称被冒认身份领取救济金，这些诈骗者已经获取了充足的信息来冒用他们的名字申请福利。加拿大税务局在声明中表示，诈骗者通过网络钓鱼式陷阱或者信息泄露等途径掌握了纳税人的个人信息，包括工号等。对受害者来说，最麻烦的就是他们必须证明自己确实没有收到这笔钱。 Thompson 表示，在许多案例中反倒变成了受害者的责任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菲尔瓦的账户大约在一个月前被盗，他表示现在他无法向税务局证明自己是受害者，他担心明年报税的时候他会被要求偿还这1万元的救济福利，尽管他根本没有领过这笔钱。我想要书面澄清，是别人拿了这笔1万元的救济金，不是我。税务局表示，被窃取账户冒领救济金的纳税者将不需要归还这笔钱。同时，税务局还建议受害者保存所有的信息，包括与这起诈骗有关的任何邮件和文件等，向警方报案。全国多个省份本周陆续公布今年九月的返校计划，让学生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回到教室。加拿大的医生是否会让子女在九月回校上课？有媒体访问了其中的一些专业人士，看看他们的意见如何。卑诗大学儿童部临床副教授兼卑诗儿童医院传染病专家莫西表示，可以很自信地说儿童没有重症。纵观全国的住院率，与成年人相比，需要住院的儿童比率很小。莫西有两个年龄为7岁和9岁的孩子，将分别升读小学2年级和4年级。他肯定地说，孩子们将会返校上课，尽管他家住在一个人口稠密的温哥华社区。我的决定基于两点，首先是信任，如果社区病例增加过多，学生们不应该上学。那么请相信公共卫生官员会告诉我们，同时要相信安全措施以及对儿童很少有重症的了解。他说，当我们考虑开放什么时，例如酒吧、餐厅和工作场所，主要是成年人与成年人的互动，如果是开放学校，则主要是儿童与儿童之间的互动，我更愿意选择后者。莫西又表示，将孩子送返学校主要担心不是他们是否会生病，他更担心的是他们将接触到病毒传播给其他人，比如他们的老师、保姆或社区中的其他人。多伦多综合医院传染病专家巴克斯医生同样打算将他的孩子们送返学校上课，不过他认为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对他的家庭来说是正确的决定，并不一定意味着对其他所有人都是正确的。巴格斯表示，任何年龄的人都可能感染并传播 COVID-19， 各省的防疫措施在不同的学校执行效果也不同，例如有些学校比其他学校有更多的空间去保持物理距离。他又表示，有条件的家庭可以选择远程上课或返校上学，就更具灵活性。多伦多大学公共卫生学系助理教授兼传染病专家班纳芝表示，他会让孩子回到学校上课，但条件是要有足够的个人防护装备，比如口罩，并能确保物理距离。他说，大多感染病毒的儿童症状轻微，但有可能将病毒带回家，所以他会尽力确保良好的物理距离，并在外出时戴上口罩，以减少社区传播风险，并且远离弱势群体。卑诗大学护理系教授詹金斯有一个5岁的儿子，将在今年9月开始上幼儿园。他说，由于他的研究工作属于必要工作，因此儿子在5月的就回到了日托中心。该日托中心的安全措施包括错开时间接送小孩。他认为，儿童返校的主要风险是他们可能会与家庭或学校环境中的弱势群体以及免疫力低的人接触，对于这些人群确实存在担忧，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健康人群以及儿童本身，生病的风险较低。疫情期间， BC 省政府为了支援省民，下令房东不可驱赶房客且不得涨租。9月1日驱逐禁令即将到期，且方可以必须在2021年7月之前还清3月18日至8月17日欠下的房租，最早从今年10月份开始。本周54日，政府表示，所有房东和房客必须协商制定出一份还款计划，按月归还拖欠的房租。还款计划条款将包括疫情期间房客拖欠租金的总金额、第一批还款日期、每期还款金额、每期间隔的时间等等。与此同时， BC 省宣布延长租金禁涨令，禁止房东提高租金，直到2020年12月。另外，政府发放的租房补贴金将执行至8月底，每位房东每月500元。截至目前为止，这项
项补贴政策已经帮助了超过86000户家庭。安省一对彩民近日喜中乐透 MAX 大奖7000万元。63岁的 David Overall 是安省 Oak Village 市居民，在超市行业工作。他的好友60岁的 Donna Williamson 来自 Thorhill 镇，曾在金融业工作，已经退休。两人是好友，一起买彩票已经有10年。上周幸运之神终于降临到两人的身上，让他们的彩票中了7000万元的乐透 MAX 头奖。据 CTV News 报道，这张彩票在7月31日开出，两位中奖者于8月14日现身，在安省彩票中心领到了巨额支票。在接受访问时，他们透露买彩票只是短期投资策略，本来只想中个20元。实际上，这张中奖彩票是用最后一次的 free play 买到的。Williamson 说，两人一直轮流买彩票，这次正好轮到他。他还说，本来想多买两张给自己，但后来没有这么做，因为要中只需要一张彩票。他把彩票复印件电邮给 Overall 时还说了一句，这是7000万的号码。得知中奖后，两人都感觉不太真实。 Williamson 还说不确定要怎么办，他说中奖并不在他人生重大事件的清单上，完全是一场意外。展望未来， Overall 表示会与家人花时间一起讨论再做决定，他也透露想要买一间度假村。 Williamson 则表示还没有考虑未来，但是会等到安全的时候出去旅行。据安省彩票和博彩公司的数据，这是安省彩民第二次中得7000万元的大奖。好了，以上是本期港闻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 Cherry。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